大家傍晚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五级班让民众俱乐部。您正在观赏的是由新加坡福州龙联盟总会与五级班让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主办之2018年新加坡第三届福州龙推广赛。Once again, welcome to Bukit Panjang Community Club. You are now watching 3rd Singapore Fuzhou Dragon Dance Competition 2018, organized by Singapore Fuzhou Dragon Federation and Bukit Panjang CCMC. 好，现在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大会贵宾洪茂成 BBM 先生，新加坡福州龙联盟总会顾问以及新加坡福州龙、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会长。谢谢洪茂成 BBM 先生。事不宜迟，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参赛队伍列队进场。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威艺体育会。
有请我们的评委列队进场，评委请进场。管理委员会主办之2018年新加坡第三届福州龙推广赛。那么呢，今天的赛事呢，一共有11支参赛队伍。那么年龄呢，就分别呢，可以从12岁呢到67岁哦。好，然后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来鼓励一下这些比较长辈的，就是。请所有评委举起你们的右手。与等仅以至诚参加新加坡福州龙联盟总会主办之2018年新加坡第三届福州龙推广赛，绝对遵守大会章程，秉公执行评委任务。此事请放下右手。好，谢谢评委代表。请所有的队伍把你们的龙举起来摇动。好。让我们以最激烈的方式来，请大家欢呼，准备，1、2、3。请我们的参赛队伍退场，谢谢。
在呢，让我来介绍今天晚上的评委团，仲裁评委陈元基师傅。仲裁评委王静元师傅。仲裁评委李奇亮师傅。套路检查陈连清。套路检查黄宝瑞。计时陈华中新加坡。陈俊南马来西亚。记录陈玉婷台湾。检录杨修明新加坡。苏仁福马来西亚。一号评委陈秋丽马来西亚。二号评委吴伟雄新加坡。三号评委福岛惠日本。四号评委范伟登新加坡。五号评委顾嘉达香港。六号评委陈全运新加坡。七号评委郑燕文台湾。八号评委陈文才新加坡。九号评委魏世龙马来西亚。值班评委李天赐新加坡。蔡俊兴新加坡。好，谢谢，请评委就座。